10月20日日晚，德国高尔夫球手马丁·凯梅尔、台湾艺人高以翔亮相上海，出席某品牌活动。除喜欢打篮球外，高以翔对打高尔夫球也是颇感兴趣，且一直视马丁·凯梅尔为偶像。能在现场与偶像亲密接触并切磋球技，让高以翔也是激动不已。在马丁·凯梅尔